车展时间，范德一台多少钱？一台 BMW 380多万，你跟他买一台，直接不用讲送一台。但是如果你要单独买一台，可以多少？19800。我走地博好想要跑过来，我73公斤，我坐上去都还很会跑。最大承载重量120公斤，来，你敢看嘛？最后来喝，来这一台坐上去，真的摇摆了死，我骗你，真正摇摆。啊，到这嘛，别人家提50块来，有无？你敢看嘛？有摇摆无？这只真正摇摆了死，真的会摇摆的吼，来会摇摆吼，来。这只无俗的吼，来好，我跟你报告一下子吼，这台车子这油门在这边，你踩得越大力，它就跑越快；踩越小力，它速度就越慢。了解了吼，来好，这只无俗的吼，来好，这只若要花要花，请提出你良心，提出你的爱心，提出你的同情心来甲花。准一年500，三年你嘛要开1500，八得你按2000外块，双七双马达的，好来，这个不便宜，来1万。